贵人区公所今仔日上午10点，在来贵人饭店二楼宴会厅举办2021贵人总舞狮幸福年菜过好年宣传记者会，邀请北京贵人在地总舞狮典型特色的年菜，并推出专属的优惠活动，欢迎大家到公所网站查询优惠并踊跃订购。台南市长韦德表示。今天非常非常高兴邀请大家来，其实大家知道哈，过年农历过年到距离现在已经不到一个月了，所以现在大家最忙的事情，第一个最关心的第一个年终奖金，第二个就是尾牙，第三个就是年菜啊，而且这次农历过年有10天的假期，所以大家一定很喜欢到处去走走逛逛。哦，那所以说我们特别在这个时候重要的黄金时刻，第一个推出贵人好吃的年菜，第二个推出许多贵人很棒的景点，所以欢迎大家来贵人，欢迎大家来台南。对，不管是吃年菜吃美食，或是如果你还没来台南的话，你可以把这个年菜来订哦，这个宅配啊，来吃吃看，保证一试成主顾。那吃过这些年菜之后，想想哎，来台南新春的时间，来台南各地走走逛逛，应该也一定是非常好的，所以欢迎大家来品尝啊非常好的贵人以及台南的年菜，然后来台南的各处的景点以及贵人的各处的景点来走走逛逛，尤其我们高铁站就在贵人，所以说下了高铁就是贵人哦，欢迎大家来贵人哦。社长，刚才那个炒菜你是平常有在炒吗？因为我在国外念过书哈，所以很多要靠自理，当然在国外念书一切都从简了，就是做控骂崩啊，就是做煎荷包蛋啊这一类的哦，或是蒸蛋这些的。但是刚刚的确其实我们的厨师备料真的蛮厉害的，真的我在旁边幸好有口罩遮着，要不然口水就流出来了，所以他们真的是很厉害。我想这个见证了厨师的厨艺哦，贵人很多中破塞很厉害，也见证了贵人的美食。贵人区长魏文贵表示：“哦，咱今仔日特别办咱贵人总破赛吼，啊，过好年、食好菜吼，这个活动啊，主要是因为咱贵人，咱知影的足侪总破赛拢非常的有名，甚至传承三代啦吼。那过年前，其实足侪总破赛拢会推出咱的年菜的活动吼啊，所以呢，我们贵人公所为了帮。”咱在地贵人这总铺师行销啊，所以吼啊，今仔推出这个年菜行销的活动啦吼啊，当然嘛特别邀请市长来达咱徛台。那除了安尼以外，我想咱贵人吼啊，最近有做一条新歌。那今天我会在记者会的现场首次公开表演开箱吼啊，由我和咱台湾阿邓在地贵人人啊，做伙来合唱。啊，希望贵人这条新歌会当再度帮助咱贵人吼，来行销啊，来行销，让所有人知啊，会当对我们的行销贵人能够大大的加分哦，谢谢。爆香这个葱蒜，对不对哈？啊，那个沙拉油要放多少？两汤匙。好，我们先哎，小心嘞哈。没有，太香了啦，已经闻到这个香气了。XO 酱上去之后，整个境界哈，进步哦。那我们呢，就把它摆放在哈，我们刚刚师傅先准备好的哈，这个花椰菜，还有四季豆的上方，把它这个来做最后的摆盘。那我们这一道呢哈 ，XO 必酱哈，爆霜，大家看到哈，现场不浪费任何一个食材了哈。把它全部哈，都把它放入我们的这个盘中。OK， 哇，完成了，超赞超赞！那我们一起把它拿起来。是，好，我们请市长还有我们的陈师傅共同的来呈现哈这一道的一个料理。在我们的陈师傅的指导之下呢，哈，看到我们黄伟泽黄市长。贵人区长魏文贵并且指出，本次的活动用全新发表的贵人歌曲开场，向大家介绍贵人在地特色，也推广贵人总铺师的文化。本首歌是由恋恋沙仑站创作者黄聪典老师制作，
古迹有几啊张珍贵的相片，加音乐录影带、剪接，则由刘芳琪导演操刀，演唱者为黄聪典老师，加区长本人，上述三位拢是不折不扣的在地贵人人，嘹亮的歌声得到大家赞赏，加无数的掌声。大家为了贵人行销共同努力，量身定做出一首最具贵人在地特色的好歌曲。以上是台北门新闻网报道。